在考虑任务吗？嗯，待会儿我们一起讨论吧。现在有件简单的事情要交给你。给，这次的任务报告由你来写。在这里签名，给自己起个代号吧。你确定要用这个名字？嗯，好吧，你决定了就行。主教大人要是有什么不满，责任就由你来负了。那个到底是什么呢？明明在卫星画面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真是的，我在很严肃地思考啊。这个浮在空中的东西，直觉告诉我，它一定和瓦尔特先生的失踪有关。别站在外面了，我们回去聊吧。我们整理一下现有的情报吧。4月13日，也就是14天前，瓦尔特杨先生应圣方丹政府的邀请离开了他任职的 ET Studio， 据说这是一次出差。他在15日抵达开罗机场，随后搭乘悬浮列车前往圣方丹。天命的卫星拍到疑似他的男性在圣方丹的萨阿德车站下车，然后他就失踪了，既没有向外界传出任何信息，也没有任何监控拍到他的行踪。我们第三小队的任务就是找到瓦尔特杨，并将他平安送回天命总部。就是这样，有问题吗？很好。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我还很乐观。瓦尔特先生过去也常常失踪，但总能平安无事地回来。他这个人呀，闲不下来，和崩坏战斗的时候也是，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。他虽然是绿者，却也是我们非常可靠的战友和伙伴。但，来到这座城市后，我发觉事情可能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。除了天上那个大家伙以外，这座城市还有很多异常之处，你觉得呢？观察力很敏锐，我注意到的也是这些。天命事前使用卫星几乎扫描了圣方丹的每一寸土地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从影像上看，这座城市正常极了，可真正来到这里后才发现，没有人烟，没有生命，这里只有虚假的数字繁荣，而能进不能出的无形障壁，被屏蔽的电子讯号，这都是某个人设置的，为了隐藏这座城市，将它与外界彻底隔绝。什么人有这样的本事？这几乎是瞒过了全世界。不过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有一点就非常奇怪了。瓦尔特先生虽然失去了大部分的绿者力量，但他拥有极为丰富的灵敌经验。即使不能战斗，他的头脑也足以应付普通的威胁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会让那个瓦尔特先生失去音讯？这座城的实际情况与预计的相差太远了，我们缺少线索，现在想也没有用。你，暂时把这里设为行动基地吧。首先要收集情报。我们分头行动，随时同步进展，傍晚在这里集合。虽然有点浪费，但也只能用崩坏能通讯气保持联络了。